明天就要开始激烈的交通。今天是12月19日晚上，他明天12月20日正式开幕，长龙街的一条路。刚刚那个是一条通，那现在这里还有一个，就加码的加码店哈，加码店的，它这个是新开幕，它有那个指定餐盒，12月20日到12月22日，啊是100元，它是同一天哦，明天同一天，啊开幕，啊这一间是专门外带的。那它有很多，有握寿司，还有金券哈，啊、哦、这些哦，蛮多的。那餐盒，所谓的指定餐盒，就是它有这几天的开幕期间的指定餐盒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这个芦洲长龙路哈、哦、又要热闹起来了，啊、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芦洲玩哦。啊，完了还顺便吃，啊，长龙路头这边哇，满满的都是吃的，包你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啊，来吃的很快乐，谢谢各位网友。